今日咧又係我啦，大家咧分享咧餐餐有父神嘅最後一講啦，四講裏面嘅最後一講啊。今日冇翻譯啊，係由小信翻譯嘅，因為今日阿空姐媽媽咧就要 stand by 啊，咁啊就所以咧嚟唔到啊 stand by 咧。佢今日教咗我啊，咩叫 stand by 啊，空姐就係話啦，如果有人咧突然間咧就頭暈身興嘅話咧，咁佢就要補償咁樣，或者揸飛機咧就會補償咁樣嘅。OK， 咁咧就隨時都會補償啦，但係近年啊，即係近呢一年就少啲啦，少啲補償啦，病都繼續飛啦，係嘛？如果唔係冇公開啊嘛，啲空姐。OK， 好，咁咧就今日咧，我哋繼續啦咁啊，今日咧就講咧有關於咧吃出過未來今日嘅講題咧就係、是。係吃出啲咩嘅未來咧？咁當然啦我哋咧都係講緊聖餐啦。聖餐係關乎咩啊？食嘅，同食好有關係嘅咁我唔知啦大家咧，我哋中國人咧，其實咧都好興嘅以形補形啊嘛，以形補形譬如啦，如果要補腳，我哋食咩啊？中國人豬腳都唔得㗎，咦？好似第一次聽喎，豬腳。係啊，食雞腳啊，係咪煲翻個花生雞腳湯啊？好廢，豬肺咯，係啊，個豬啊豬肺咯，係嘛？整翻個菜乾豬肺湯，識唔識啊 ？Elijah， 你識唔識啊？唔識啊，要學下啦，跟你媽咪OK， 我哋中國人嘅傳統嚟噶，做咗啲乜嘢啊？以形補形啊，豬腦啊，係啊，我點解一定要用豬啊？我鬼知咩？我都唔知啊。不過我細路仔個頭真係真係以前人頭豬腦啦。我讀書唔掂嘅，我媽咧就走去燉豬腦，咁咧就啲湯幾好飲嘅，但係嗰啲豬腦咧就腥腥地嘅，滑潺潺嘅，都幾恐怖啊！不過試試食食下又覺得幾得意㗎。不過咧外國人就唔掂㗎啦嚇，見到都驚啊！不過我哋而家中國人真係～乜嘢我哋即係食得嘅都食落肚噶啦嗱，以形補形啊嗱，聖餐如果食咗會變咩啊？補啲咩啊？補主嘅形象。補主嘅形象話唔到你好多真係OK， 大家講落去啦就唔係咁簡單啦補主嘅形象咁簡單。OK， 好啦，嗱，今日咧我哋咧就係會講啦，有關於咧真係食嘅，同咧神嘅形象係有關噶。咩咁講得啱啊？今日例子咧，約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至到五十八節，我哋先睇下經文先好嘛？一齊嚟讀呢段經文啦，一、二、三。我就是生命的糧。你們的祖宗在荒野吃過瑪納，還是死了。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着。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因此，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有冇一齐？祷告，我哋主，我哋嘅神，我哋都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喺你嘅手上边。求主你继续与我哋同在，临格喺我哋当中，让我哋每一位去聆听上帝耶稣嘅话语嘅时候，我哋听嘅、讲嘅都明白上帝耶稣嘅真道。主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尊名而求，阿门。呢段经文熟唔熟啊？大家
一定睇過啦，係咪？有好多人講個生命嘅糧啊，嚇，等陣先解釋啦。咩叫生命嘅糧啊？嗱，點解耶穌咧會突然間咧講咧？佢話咧佢自己係生命嘅糧啊？如果咧你有留意咧喺第六章嚇，其實一章咧好長嘅經文啊，去到58節嘅嚇，一段好長嘅經文咧，其實有佢背景嘅。個背景係乜嘢咧？可以熄緊，等先暫時，因為好似冇咗少少波機。咁咧，其實咧，大家知道喎，耶穌啊喺佢嘅生平裏面嗰3年半啊，係或者係佢一生啦，其實大部分時間喺邊度啊？其實係咪喺耶路撒冷啊？唔係啊，冇錯啦，唔係啦，大部分時間咧係喺外邦嘅，係嘛？佢係邊咩人啊？拿撒勒人耶穌。OK， 當佢啊，即係喺加利利喎，你知唔知啊？喺加利利，耶路撒冷喺邊度？喺呢度嘅，相差幾遠啊？等於呢度去到廣州咁遠，即係加利利啊，即係最近嘅，最近嘅路途啊，都由呢度去到廣州咁遠啊，即係有200多里嘅。OK， 所以咧係頗遠嘅嚇，佢咧就係咧喺呢個咧呢個拿撒勒啦，即係咧外邦啊加利利嘅地方長大嘅，但係咧佢咧。就係啦，被呢、這個嚇呢、這個聖靈咧帶到去曠野啦嚇，被呢個魔鬼嘅試探咧40晝夜之後咧，跟住啦佢去到邊度住啊？定居啊，嗰3年幾住到3年幾，就係、是、加百隆啦。OK 係嘛？加百隆啦。OK 咁啊，其實咧你見到嗬，耶穌嚇佢啊嘅基地喺邊度啊？喺外邦。他自己是過時過節才至去到耶路撒冷過節的，過什麼節啊？記不記得耶穌興過什麼節啊？ 去耶路撒冷節期的逾越節呢，還有住棚節啦，三大節期的猶太人，有還有什麼節啊？五旬節咯 ，OK， 三大節期啊，喺呢三大節期裏邊咧，就是、耶穌先至會過去耶路撒冷嘅啫，係嘛？喺聖殿咧去教訓人。其他時間都在這裏的。那麼這段經文的背景就是當時耶穌就在白菜大的地方，他就講完什麼呢？跟人講完登山好訓，跟著就餵飽5000人，是吧？人們聽他說那些什麼人多啊？那5000人只是說男性而已，不免是婦孺的，你要知道聖經裡面說餵飽5000人那5餅2魚的神蹟是未計婦孺，所以如果加上婦孺可能超過10000人的，聽耶穌講到嘅嚇，咩人多啊？咩人多啊？外邦人多噶，因為嗰個地方係外邦人嘅地方嚟噶。猶太人咪冇有，但係咧相信比例係比較少。所以咧有啲人話：哎呀，耶穌啊係傳道啊，俾猶太人嘅，不過啲猶太人唔信。梗係唔係啦？耶穌最主要傳道俾外邦人，咩人都去到成嘅，咩人都愛嘅，所以咧佢傳嗰度係冇分紅橙黃綠青藍紫紅黃藍白黑，佢咩人都愛，佢一度係俾全世界嘅人嘅，唔係淨係咧俾猶太人或者外邦人噶 OK 啦，嗱你見到啊嗬，其實啊，哇呢段嘅路途啊，嗱你哋咧可能咧，我哋弟兄姊妹咧都認識我耶路撒冷咧，我哋叫猶大嘅，跟住咧上去咧就係撒瑪利亞。OK， 咪啦，耶穌咪同阿撒瑪利亞婦人談道嘅，係嘛？喺呢個咧耶路撒冷過完節之後咧，翻翻上去啊嘛，加利利節啊，特登咧，本來佢可以咧直接離開啊，翻翻上去咧呢個加利利，但係咧佢都會咧喺啊撒瑪利亞咧呢度啦，去尋找嗰、那個係嘛，等嗰個撒瑪利亞婦人啊嚇喺亞各井旁咧同佢談道，跟住啦上面咧就係、是、加利利。OK， 撒瑪利亞地方已經是外邦嚟㗎啦，所以猶大的地方只不過是在呢一度。嗱，啲地理我哋要知道的話咧，我哋咧理解耶穌咧佢嘅啊傳道啊個3年半咧嘅路途啊，或者嚇佢嘅成個行程咧，或者 Jenny 咧，你就會咧比較認識清楚啦。嗱，頭先講完啦，跟住咧嚇耶穌咧已經喂飽咗5餅2魚啦嚇，喂飽咗5000人啦，甚至乎可能咧接近10000人啦。跟住咧，啲人咧就繼續聽佢講到點解？有得食。冇錯啦 ，Cat 講得啱啊！唔係因為佢哋好中意聽耶穌講道，或者佢哋覺得耶穌講道好精彩，哇，好精彩，好渴慕，好仰慕耶穌。No， 因為以前嗰啲人窮，但係咧嚟到呢度竟然有飽飯食喎，有啲可能咧，係咪？啊！即
即門徒可收翻幾多男子啊？十二個男子，可能當中已經啊有啲啊喺度搏喺度有份食嗰五千人啊收緊啲噶啦，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諗住下餐食啊，食早當早餐食啊咁樣啊，有咁嘅可能啊？哇！喺嚟到有得食有得攞喎，有得食有得拎喎，可能啊？咁咧，佢哋咧繼續啦，跟住啦，第二日啦，佢哋咧走到去咧加百隆附近想揾耶穌啊，都係為咗食。所以耶穌話啦：你哋嚟唔係為咗要聽我講道，你哋嚟係為咗食。啊！弟兄姊妹，我哋會唔會咁啊？嚟到神嘅面前，我哋咧唔係去追求神。我哋咧係為咗自己一啲好處，當然啦，為自己好處唔係錯噶。譬如話，哎呀，心靈咧盼望啊，可以得到滿足，希望咧有平安，希望咧得醫治，冇錯嘅。好多人都係咁樣嘅啊，當初啊，但係個主要我哋係咪為咗自己嘅好處嚟，而唔係嚟真正嘅去敬拜神，去聽神嘅話咧？啊！呢、這個我哋值得反思嚇。嗱、啊，我哋睇咧就係話啦，哇！當啲人啊嚟到嘅時候啦，嚇、啊、就話哇，原來啊呢一班人咧係想咧嚟咧就係話揾耶穌啦，因為咧有得食，所以嚟到耶穌面前。所以耶穌咧跟住就講啦，佢話咩啊？我係乜嘢？你哋想揾食啊？但係我想話俾你哋聽，我係生命嘅糧，生命麵包。我講過啊 ，OK？ 點解叫生命麵包啊？因為糧啊，這個是中文的翻譯來的，如果是希臘文，希臘文是 Athos， Athos 的意思就是麵包，麵包。所以如果直譯的話，就是英文就是 Bread of Life， 中文其實是生命麵包。因為當時的人啊，或者希羅文化，他們食物最主要的食物是什麼？吃麵包的啊，都係無烤㗎啦嚇，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以色列啊，或者係中東啊，佢哋食啲咩餅啊？無烤無教餅啦，有啲人叫啊，或者無烤餅是但啦嚇，兩個字都啱嘅，我相信啊。無烤餅嘅幾大塊啊？好大塊嘅係啊 ，William Sir講得啱啊，好大塊㗎嗰啲啊。如果我嗰時候啊，我同我太太去以色列啦，我哋就係買啲咧，即係咧無烤餅食。一塊一大塊中東餅阿 Bobo 同我哋一齊去過嚇、啊，我哋去杜拜啊，都有試過買啊。幾多錢啊？好平。為成港紙兩蚊咁大個。我相信耶穌當時啊嚇喺啊逾越節嗰個晚餐嗰度咧，擘餅咧，嗰餅都好大個噶，即係唔係好似呢啲咁細塊？唔係點夠十二門肉食啊？係嘛咁細塊喎？你點你擘一人？一人咁樣啊，係嘛？冇得冇啊，即係一定好大塊。仲有喎，有馬大喎，係嘛？同埋啊，係咪抹大拉嘅瑪利亞喎都有份食噶嘛？唔係淨係嗰十二個門徒噶，大家要唔好忘記啊！其實啊，佢哋咧就係用呢啲咁樣嘅所謂 bread，OK，、okay? 即係等於我哋中國人點講啊？喂，食咗飯未啊？真係食飯咩？未必真係食飯喎。不過我哋主要嘅糧食係飯啊嘛，所以話食咗飯未啊？可能你嗰日係食咗粥啊，可能食。係嘛？可能係食緊麵包啊，可能食西餐啊嘛。但係我哋回應就食咗啦，好飽啊嚇、啊！喂，你都唔係食飯，你都回應話好飽啊？咧就係通用嘅用語，就係話啦，麵包。耶穌就係話自己係咩啊？我係生命嘅麵包。生命嘅麵包大家都熟啦，尤其是我哋嗰個年代啊，自細食到大嘅嚇。以前邊有咁多咩麵包啊？係咪？依家哇，又乜乜餅店，又乜嘢麵包鋪？以前是通常都是加頓的嘛，係嘛？食糖都係加頓啦，波板糖係咪 o k 所以啊 ，OK 這個呢個咧嚇，我哋都要知道，耶穌話佢自己就是生命麵包啊！這個生命麵包喺邊度嚟啊？佢話一齊做好冇？一、二、三。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着。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OK， 嗱，即系耶稣话啦，佢自己咧就系我哋用饼啦吓，即系咧吓，同咧呢个咧同呢个圣餐一样啦吓，擘饼啦吓，用饼去形容我生命嘅饼啊。佢话我人若吃这饼啊，就必永远活着啊。诶，跟住啲人点样？五廿二节咧就话犹太人啊彼此争论啊，争论嘅意思系咩？个原文意思就系拗交喺度，拗交拗啲咩啊？
这个人怎能够将他的肉给我们吃啊？拗这个问题啊。啊，圣经的作者啦，这个咧约翰福音啦，佢咧就写低啦呢样嘢，啲人喺度拗交，跟住嗱，佢哋咧嗰啲人知唔知道咧？其实嗱，我哋依家睇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哋知唔知道里边讲乜嘢？耶稣话饼同埋血都系嘛，饼可以食，血可以饮，系代表咩啊？圣餐，咪代表呢个咯。但系当时嘅人知唔知啊？嗰班犹太人喺度拗交，嗰班犹太人知唔知啊？唔知啊，嚇！嗰時候都未設立聖餐，係咪？嗰時候未設立聖餐噶嘛，耶穌啊仲未設立呢個新約噶嘛，啊幾時先設立呢個新約啊？係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嘅幾時啊？嘅前一晚噶嘛，最後晚，最後晚逾越節晚餐啊，最後嘅逾越節，跟住星期五係嘛？跟住咧嗰係嘛？跟住俾人捉咗，跟住咧就係嘛？嗰晚俾人捉咗啦，星期即係星期四嘅晚上俾人捉咗啦。跟住咧就星期五俾人掟噶啦嘛，已經係嘛個審判好草率嘅啫，好快啊審完噶啦嚇，唔好以為咧聖經好似記咗好長時間 ，no very short 啊，跟住就聽十字架。OK， 我哋睇翻就係話啦，話呢班人啊根本唔知噶，即係等於我哋二十年前啦，如果有人同你講，嗰班友抵佢 DQ 啦，二十年前你知唔知咩叫 DQ 啊？唔知啊，依家知唔知啊？現在當然知道了，是不是一樣啊，當時那些人不知道拗曬頭，那些肉怎麼可以吃呢？不可能的嘛，是不是？接著耶穌說了，會說什麼呢？他說耶穌說的東西其實很貼地的，只不過我們有時去將耶穌的說話表達的時候搞到很不貼地。哇，耶穌很多時候說很多，用很多比喻都是說什麼飲飲食食，啊！呢個就係我哋人嘅生命喎，生活裏邊嘅必須噶嘛，係嘛？有咩嘢係講食啊？喺耶穌啊所行嘅神蹟裏邊都好多係講食噶，其中一個神蹟啊就係佢行嘅第一個神蹟係咩？變水為酒啊嘛，係咪啊？加拿婚宴嗰度啊，嚇！變水為酒睇個神蹟已經係講飲講食噶啦，喺個筵席裏邊啊，喺個婚宴啊嘛 ，OK， 仲有乜嘢？是講食的，耶穌就是筵席的嘛，是吧？筵席是什麼來的？ Banquet 啊，即是你去撼啊，穿到這樣啊，去撼啊，那些 Banquet 啊，又是講食的，這裡又是講食的，我是生命的糧。哇，人一聽到，隻眼大不大啊，還是那班很渴望有得食的人啊，要知道啊，當時的人是很窮的，一般。不是我們現在香港人富裕啊，食就不是問題，住才是問題的，香港是不是？當時的人住又是問題，食又是問題。所以呢，你看到起初教會啊，為什麼那些人要凡物公用啊，有他的處境啊，不是說共產黨啊，要是當時太多信耶穌的人都很窮。這個少少啦，少少冷知識啦。所以在這裡當時的人都是很窮，但耶穌非常貼地，整天用食來去說得人如得魚，哇，又是說吃得的東西，是不是？很多東西你可以翻查聖經，是很多東西。耶穌是很貼地的，連他的肉都可以吃的，但是有什麼用呢？耶穌的肉，耶穌的血有什麼用啊？誰知道有咩用啊？耶穌話俾我哋聽啊，我哋睇睇啦，好嘛？一齊讀好嘛？一、二、三。聽我用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聽我用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聽我用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哇，多不多作用啊？功用啊？多。喂，這裡想強調一件事，就是不是呢，是吧？即是大家明白了，吃這個聖餐呢是得永生，它不是這樣的直接的意思，它是一個介紹意思，就是說你能夠可以領受這個餅這個杯的話，你就是信的人，在這個約裡面的人，你就得到永生。在末日的時候能夠叫他什麼？第二個好處就是
復活，係啊，我哋會有一日復活噶。嗱，好人壞人都復活噶，大家知啊嚇。到時咧復活咧，首先要做一樣嘢咩啊？要面對，冇錯，要面對審判 judgment。邊個審我哋啊？到時耶穌啊，白色大寶座嘅審判啊嘛，係咪？喺啟示錄裏邊講噶嚇，喺二十一章裏邊啦。啊，二十同埋二十一章裏面咧，講到咧白色大組寶座嘅審判就係耶穌基督嚟到世界上邊審判好人同埋壞人。咩叫好人壞人呢？上帝當然咧有佢個標準啦嚇。OK 嗱，我哋睇下就話啦，第三樣啦就話啦，吃我肉喝我血嘅人啦，第三樣好處就係常在我裏面，即係能夠常在耶穌裏面就係嗰個 union。聯合，即係喺呢個餐餐有父神嘅嚇，呢個系列裏面嘅第幾講啊？曾經講過 union 啊，第一講同埋第三講都講到嘅呢個聯合啊 ，union 啊，因為咧常在耶穌裏面，係嘛？耶穌亦都常在我哋裏面啊，好緊要喎，係嘛？咁當然啦，我都講過啦，唔係淨係耶穌，聖父、聖子、聖靈係三位一體嘅上帝。都在我哋裏面噶 ，OK？ 因為咧，耶穌喺父嘅裏面啊嘛，父亦都喺子嘅裏面啊嘛。咁其實咧，佢哋係係嘛？耶穌話：我與父原為一，冇錯啦 ，One。所以咧，我哋喺耶穌裏面，即係喺聖父、聖子、聖靈嘅裏面啦。永活嘅父怎樣差我來啊？我有因父活著，照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即係話呢個咧，佢原文嘅意思就係 live for Jesus，live for Him， 即係咩啊？我哋係為佢而活嘅，係咪？我哋信咗耶穌嘅人應該係為主而活嘅，唔係仍然係為自己而活嘅，係咪？如果仍然係為自己而活嘅話咧，個信仰仲未搞清楚啊！我哋係為耶穌而活嘅，我哋係為耶穌嘅話語，佢要我哋去行出佢嘅話語而活嘅。唔係佢所講嘅嘢咧，中意就跟，唔中意就唔跟，嚇、啊、為自己活就得啦，仲搞咁多嘢做咩？耶穌從來都唔係咁講，耶穌係叫我哋咧遵行佢嘅道啊，先至常在佢嘅愛嘅裏邊啊嘛，係嘛？佢嘅愛其實就係佢咯，因為神就係愛咯，明白嗎 ？OK， 咁所以啦，我哋係遵行耶穌嘅道嘅人嚟噶，所以啦呢樣嘢咧喺聖餐啊呢、這個裏邊咧係根本係一個新約啦嚇，喺、啊、呢個約裏邊咧係有幾樣嘢嘅，第一有永生，第二有復活，第三常在三位一體嘅上帝，即係耶穌嘅裏邊，第四就係、是、因耶穌而活，或者為主而活 ，OK， 呢四樣嘢噶啊，所以啦。其實啊，喺呢一度啦耶穌咧用個表達嘅時候咧，佢係同猶太人咧講咗一樣嘢，因為猶太人咧，佢哋咧係有一個概理念嘅，即係好似頭先咁樣，食咗飯未啊？嗱，佢哋咧就話啦，吃啊同埋喝啊，佢有深層次嘅意義嘅。一般咧就係話啦，如果我食啊飲嘅話咧，就係、是、將嗰樣物件或者將嗰樣嘢成為自己一部分，成為自己一部分。即係我如果幾似我哋中國人嘅文化喎，啲表達係咪？我哋中國人都會嘅喎，頭先就講啦，係嘛？以形補形，你食咗雞腳啊，成為你隻腳係嘛？補力嘅，你食咗個肺啊，幫助你啊嚇，食咗豬肺啊，幫助你個肺又好啲嘅嚇。即係有啲咧唔係嘅，有啲咧點樣表達咧？哎呀，讀書好難讀啫嚇，點啊？你真係逼我，真係將成本書吞咗落去啦，係不如我係嘛？咩意思啊？將本書吞落去，即係話將嗰本書成為自己一部分咯。吃咗本書，咪自俾知識，咪成為自己嘅咯，係嘛？不過幾似嘅喎，係嘛？猶太人都係嘅。嗱，耶穌呢度啦就講啦，吃我肉、喝我血嘅呢啲人，就係將我成為佢哋自己嘅一部分。所以啦，耶穌喺我哋裏面成為我哋一部分，我哋行出嚟嘅行為係點啊？應該係行出耶穌所行嘅，唔係仍然咧行喺咧自己嘅老我啊嚇，頭先啊 Madam 啊大敬拜嗰時候咧嗰啲歌啊係嘛，選我啊嗰啲啊老我啊，應該係擺低嘅，去行翻咧
耶穌所行的，這個叫做什麼？ Act out the life of Jesus， 即是行出耶穌的生命。或者有些人說 Act out Christ-like life， 行出像耶穌的生命，像基督的生命。因為你已經是成為了耶穌的一部分，我們都是耶穌的一部分，當然我們是基督的身體，我們都是耶穌的一部分。所以聖餐餅和杯有一個很特別的含義，就是 Haircut， 將耶穌成為我們一部分。所以我們要是有耶穌的形象的。耶穌的形象真是什麼形象？神的形象。約翰福音一章十八節裡面說，從來沒有人看見過上帝的，只有在什麼？跟著下去怎樣？先背下這個經文，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誰來的？耶穌將他顯明出來的。Okay？ 所以耶穌這個形象就是天父的形象的完全演繹來的。我們都不是完全，是吧？但是耶穌就是的。所以耶穌是有天父形象的， okay？ 有神的形象的，而我們基本上就應該成為耶穌一部分的話，我們都應該有神的形象，有神的行為。 OK， 我們看一看創世記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七節，應該很熟的，一起來讀好不好？一、二、三。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OK， 呢度出現咗啊，喺原文裏邊啊，有三個 God's image， 神嘅形象。OK， 神就係用他的形象去做人。剛才說了，耶穌就是神的形象的完全完美的呈現來的。Okay？ 所以我們都要行出耶穌所行的。哎呀，有些人說，哎呀，不是的，我們不用做那麼多事的。所以信了耶穌就行了，我搞那麼多事做什麼呢？是吧？我繼續啊，大家接受啊，是吧？耶穌在他身旁釘十字架的時候，旁邊那個強盜，因為他一信啊，跟住啦，耶穌同佢講咩？你今晚就同我喺樂園裏邊啊嘛，咁掂曬啦，仲搞咁多嘢做咩啫？啱唔啱？我想問啊，如果嗰個強盜唔死得，跟住落翻嚟嘅，繼續做強盜，打家劫舍、殺人放火，佢能唔能夠得救啊？肯定唔得救啦，係咪？你都冇，基本上冇行出耶穌嘅生命。基本上都沒有擁了耶穌嘛，是吧？你一定在這裡，其實耶穌很明顯的告訴我們，如果你看回約翰福音的上文下理，很強調一件事，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這人就是擁了我的。什麼意思？愛我，其實就是什麼？是擁了耶穌，我也要愛他嘛。耶穌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耶穌說了多少命令啊？吩咐啊，教導啊，好多嘅。如果淨係話，哎呀，一十七二咪得啦，乜都唔使噶啦。耶穌嗰啲啊，嘥氣。咁耶穌講咁多嘢做乜嘢啊？喺福音書裏邊，不如佢講四個字搞掂啦，四個大字，咁咪係嘛？關人一齊得救啦，係嘛？四個大字乜嘢？因信稱義咪搞掂咯。佢有福音，你講咁多嘢做乜嘢啊？冇需要啊嘛，係咪？但是耶穌不是咯，啲人誤解誤讀咗耶穌所講嘅嘢咯。啲神學家，我想講十六世紀出現嘅呢一種咁嘅思維啊，淨係信就搞掂噶啦，所以咪出現黑手黨啊嚇嗰啲咯。佢要喂佢俾我同你啊，信耶穌信得緊要係嘛？佢每一日啊，係嘛食飯啊，三餐啊，同屋企人啊拖住手祈禱噶。你有冇睇過教父啊？你有冇啊？冇啊，阿 Ken。你不夠黑手黨虔誠啦，係嘛？黑手黨每個星期日都翻教會啊！你有冇每個星期都翻教會啊？冇啊！咁你不夠黑手黨虔誠啦，係嘛？喂，黑手黨都得救啊？
跟住喎，係嘛？星期一至六喎，喺出面點啊？殺人放火，大家點射喎？邊個唔可去嘅話，就殺無赦喎，係嘛？你見過係嘛？教父嗰啲咁暴烈㗎啦，依家都仲有㗎，犀犀利好惡㗎，仍然。梗係冇可能啦，嗰啲係神學家講嘅啫嘛，嗰啲人都信喎，咪照做咯，係嘛？所以咧，我想講嘅就係話啦，過去嘅年紀裏邊啦，嚇死你嗰啲教會，因為佢信咗一個假道啊，佢唔係信真道啊，耶穌嘅真道冇可能嘅，叫你去釘磚嘅，殺人放火，係咪？掟汽油彈啊，林，依家都仲有啊，掟腐蝕性氫液體啊嘛，咁都得啊？有冇基督徒做呢啲嘢啊？我話俾你聽，梗係有啦，啊，梗係有啦，係嘛？大家都知啦，梗係有啦。喂，咁樣唔係耶穌所講嘅信仰嚟㗎，我哋應該係咧活出咧耶穌神嘅形象㗎。嗱，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呢個一個例子嚟㗎嚇，十二使徒為訓咧。这个呢就是呢十二个使徒在初期教会里面呢是对初期教会的信徒的一些训话训示，你可以这么说是命令，全部都是以耶稣的命令教导为标准的，这个叫做呢、啊、英文叫做 Didache 就是十二使徒本分，大概呢是公元五十至七十年呢寫成的，这个呢 Didache、okay? 当中呢因为很长的、啊、即是呢有差不多一本福音书那么长的，好像约翰福音那么长，所以呢我就不什么了，我只是截录、啊、当时呢这一班呢耶稣基督的继承人或者是传承人呢，他们写了一些东西叫信徒去遵守的。第一点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生命之道，另一条是死亡之道，这两条道路存在极大差异。有生命的道，有死亡的道，即是什么？ Way of life 和 Way of death 有两条路的。当然耶稣所说的是什么？生命之道啊，四点七啊，嗰度讲到啦，你一定不能迟疑对施舍嘅宽容啊，即系话你要施舍。OK， 当你给予施舍时，也不要抱怨。佢周济穷人啊，佢奉献，你唔好抱怨啦。我奉献咗咁多钱，你教会乜都唔做嘅，我个女又唔帮我，乜乜乜，唔好抱怨。施舍系咩啊？为神去施舍，我先讲啦，系咪？为神而活啫嘛，我哋 OK。唔系，当然啦吓，呢度我唔系叫大家咧，喂，见到穷人你就吓、啊，你就话派银纸，大家冇咁嘅能力啦。我相信呢度冇李嘉诚啦，系嘛，或者阿、啊、四叔啦喺度啊，有特别嘅对象啦，睇下上帝点样去啊，让你咧去啊，令即系咧感动你啦，系嘛？好似我自己咁样，我都冇办法噶，我做唔到佢所讲嘅嘢啊，系嘛？有啲人有需要嘅时候，我都冇可能派银纸，我啲银纸有限啦，肯定。但我對咩人最有負擔？我對牧者好有負擔。啊，當我哋去杜拜啊，係嘛？嗰年咧，我同阿波波去杜拜啊，啊，去跟住去科威特，嗰啲牧者同我分享佢哋點樣俾人剝削。啊，一個喺科威特嘅有個女牧師，佢俾人剝削，因為佢係女牧師。仲有啲咁嘅嘢嘅聖公會，女牧師。人工比咗男牧師低，而佢先生又失業，我心裏邊咧好有感動，我就擺低咗啲錢俾佢。雖然我去短宣噶，我係宣教，我係宣音樂宣教啊，去教導佢哋啲弟兄姊妹啊。一我唔會收佢機票錢，呢、這個住宿費我自己 book 酒店。OK， 唔係我好有錢啊，我想講啊，係有需要嘅上帝讓我哋有嘅，我哋咪去施予去分享咯、啊。OK， 我擺得錢俾佢。我做唔到所有人啊，對唔住啊，我真係冇咁嘅能力。但係我對呢啲牧者好有負擔，我覺得係應該嘅補償。雖然我嗰啲只不過係少少嘅一杯涼水，我都希望幫到佢。但係佢攞咗之後，佢即時喊俾我睇，愛嘛，愛。其實啊，當時啊，使徒咧去教導咧弟兄姊妹嘅就係要愛啫嘛。去施予就是去爱的嘛，当你施予啊施舍啊的时候，不要抱怨，最终你将知道哪个是报答所有人的好主人，哪个？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有的还要加给他的。
加給他的不是我們為了喂我們要做大富翁，所以我們去施捨，不是上帝加給你的，你繼續施捨，繼續去幫人，上帝最清楚你的心，是吧？所以呢會給你的加多。我自己的經歷就是我的見證，就是我雖然富有，但是我沒有缺乏過。雖然我在2009年離開警隊沒有收入的時候去讀神學，但是我可以這樣說，我可以在這裡講見證，當我有需要的時候，上帝是有預備耶和華以勒，因為他知道我為了什麼，同埋我去施予，去同人分享點解。我諗有啲弟兄姊妹都聽過我嘅分享啦，我唔多講啦。OK， 好啦，跟住啦，繼續落嚟咯。仲有幾條啦嚇，我想抽一啲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啫。OK， 第4.9，我咪1、2、3一齊讀。1、2、3，你不應該不管教你的兒子或女兒，從他們的青年時代起，就訓練他們敬畏主。嗱，佢呢度講咩就係、青年時代嘅，好細個已經叫青年噶啦，佢哋嚇，因為咧你知啊，中東人比較早熟噶。OK， 咁啦 ，OK， 訓練佢哋敬畏主。我想問下，依家嗰啲家庭係點樣嘅？香港不單止冇訓練，仲係縱壞佢離棄主啊！唔簡單噶嚇，要管教，唔係溺愛啊！冇搞錯，基督教成日都話我哋講愛啊嘛，對啲仔女啦，梗係要嚇錫啲噶啦，愛。點解管教唔係愛嘅其中一部分？係咪？喂，你睇下使徒啦，就係要啦嚇，係佢管教啊，佢哋嘅兒子或者女兒嘅訓練，佢哋最終一樣嘢就係做乜嘢？敬畏主，敬畏主不單止係 fear God， 亦都係去遵行耶穌嘅真。跟住啦，16:4啦 ，OK， 我講嗰度啦嚇。當不發現罪加劇啦，哇！呢、這個真係好似依家嘅世代咁，人們將憎恨、迫害和彼此背叛。哇！呢個好似啊，耶穌喺馬太福音第24啊講嘅末世嘅時候，不過佢多咗一啲嘢嘅就係、啦，講到咧就係話啦，彼此背叛。耶穌冇講過啊呢、這個啊，但係佢喺呢班使徒咧，佢哋有講啊。然後的確，這個世界嘅大欺騙者將出現，就好像上帝嘅兒子一樣，喂，行許多神蹟和奇事咧。呢、這個類似耶穌曾經講過啦，係嘛 ？OK， 有一個咧 deceiver，OK，、okay? 大欺騙者啊，呃人啊。我哋香港呢年紀裏，真係俾人感覺，即係俾我感覺啦，至少係嘛？有係教會界嘅大欺騙者出現。個個都以為他們說得啱喎，原來不是的，神的真道是什麼？至少啊，個核心就是愛神愛人。但是啊，過去的年紀裏面咧，有一班咧自命是咧教會的領袖牧者，他們教人乜嘢？仇恨，煽動仇恨。哇！嗰啲仲唔係欺騙者？哇！所以啊，我好有感受啊！嚇，睇呢個大利將交嗱，當然啦，我哋冇咁做啦，係咪？我亦都唔係想煽動仇恨啦嚇，我亦都冇指名道姓係邊個，我盼望我自己都係繼續咧係愛神愛人啦。OK， 大利將交到他手中，呢、這個他當然魔鬼啦，他將做出無法無天嘅行為，這是自世界開始以嚟從未見過。哇！差唔多2000年前已經咁講啦喎，係嘛？呢班使徒。跟住到最後啦，16:5其實唔係最後㗎，佢有18㗎，好多。OK， 這樣啊，所有人都會被審判，這樣許多人就會墮落並滅亡。但是那些堅定信仰的人會被救出。呢條堅定信仰唔係淨係信咁簡單，仲係去行耶穌嘅真道。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睇到啊呢、這個。呢個係一個例子，我哋睇到咧，喂，點解起初教會嘅信徒咧，同我哋依家所聽翻嚟嘅教會人啊所講嘅信仰嘅行為完全一樣嘅？我哋需要反省，我哋係咪走歪咗啊？香港嘅教會或者世界嘅教會都係啦，係咪？你見到啊，外國嘅有啲元首話自己係基督徒，但係佢哋所做嘅嘢係嗰啲元首所做嘅嘢係咪
是不是跟那些使徒所说的东西是相符啊？或者耶稣所说的东西相符啊？当然不是了，吓死你了，这都可以选到做总统，还说想连任，还如何教小孩子啊？是吧？OK， 所以我哋要睇下，我哋需要去反思我哋自己嘅信仰噶，系嘛？我哋咧照住神嘅形象嘅生命咧，应该系咁样嘅生命噶，系活出咧啊耶稣嘅教导啊，活出基督嘅生命噶。好啦，结语咯，圣餐就系神与神联合啊。嗱，圣餐就 Eucharist 啊 ，Eucharist is a union with God， 系同神联合咯。不單止在屬靈方面聯合，而生命都要跟神聯合，跟基督聯合。基督行什麼，我們就行什麼，這個才是福音，這個才是可以剛才耶穌所說的吃我餅喝，是吧？吃我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所得到那些福氣。Okay。 在聖餐裡面，我們不單止在聖餐裡面，其實又在聖餐裡面和以外，我哋都要做呢兩樣嘢。其實總結啊，呢四課嘅餐餐有父神嘅嘅總結就係 U C 啊，差人就知道咩叫 U C 啦，啊話翻嚟食啊 U C undercover 即係無間道啊 ，OK 無間道其實簡單嚟講 ，Union OK 與三一上帝聯合 ，C Christ 活出基督。所以我們每個星期來到當中的，不論在當中去領受也好，在回去的家都好，我們都要活出基督，因為這個就是神的心意，在聖餐裡面讓我們去經歷和領受的福氣。讓我們一起來禱告。我們要主我們的神，我們都知道我們呢很多時候呢對我們的信仰可能呢有些誤解，我們需要微調，我們需要真的回到耶穌的話語裡面，耶穌的真道裡面，我們要離開人的說話，我們要回到神的話的當中。主啊，讓我們真的去多多去看耶穌的教導，耶穌的吩咐，耶穌的命令。求主你與我們同在，讓我們能夠與主聯合，如果活出基督，行上帝的形象所行的事，叫我们能够持守真道，到了审判的日子，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能够得着拯救。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之名求，阿门。